之前听一个演讲嘛，哈，像那个有什么电子商务教父之称那个詹宏志，他讲说，他对于哈行政人员需求已经几乎没有，他对于工程师的需求越来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有贩卖的行为都在网络上了，所以他不需要人，他只需要工程师，他只需要工程师跟工程师讲说，我需要帮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系统，然后跟消费者之间怎么样做沟通。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实体的人会越来越少，像现在银行也是一样，因为银行的柜台人越来越少，人都跑哪里去了？都跑云端上面去了，有没有？像我现在最近买外币也是一样啊，你看点一点，哎，钱就过去了，然后买，哎，点一点又回来。像国外什么 PayPal 也是一样，点一点，哎，钱就过来，点一点钱又过去了。那其实你会发现，以前看到钱要去领。有没有？现在不用领了，现在就，而且我发现买外币最便宜，好像是先从台币转外币，然后再去啊什么 ATM 领出来，好像那个汇差有没有？银行赚最少。好，那也就是说以后的世界，云端跟像行动装置，好像什么物联网，对于实体的人需求越来越小，因为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虚拟的世界里面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？就像我也很莫名其妙，现在怎么这么多人，以前都工程师来学啊，现在好像在座是工程师好像没几个，好像工程师也不会想要学这个了，因为太简单了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它能够自动化，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叙述什么？叫 Excel 帮我做事情。好，你帮我做哦，无论多少个你都帮我做，也许里面有10000笔资料，好，如果一般人会说啊、哦，好累哦，因为他 Ctrl+C、Ctrl+V 要10000次，但是如果 VBA 来做的话，一下就好了，他不会很累，而且他不会错，人会不会错？很有可能错，错的很可能性还非常高嘞。以前哈、用人力来做哈、做完就算了，你还要花时间帮他 check， 哦，那才是头痛，对吧？因为可能你花在 check 的时间比你重做的时间可能还更多，那为什么你？所以有的时候哈，哎，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，做完之后的话，他会把结果先放在这里 S 里面，对不对？就串。那我们放在这个 S，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记忆体里面暂时存放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空间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资料都串接，但是后面还要再加什么一个逗点，所以 end 哈一个什么呢？逗点。这个部分的话跟刚刚其实很类似的，逻辑是一样的。然后呢最后要输出到哪里呢？输出到 range，